蝗虫是我家，老爹最伟大。执行人间的意志。我给王者荣耀里面的杨戬，然后还有亚瑟配音。为了王者的形象，连睡觉也穿着铠甲。我配了王者荣耀的刘禅，还有安琪拉的魔法小厨娘的皮肤。我们当时参加王者荣耀的这个录制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腾讯公司去试每一个角色的声音，然后把这个角色给定下来。我配那亚瑟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他跟盖伦的技能很像，就是你跟那个撸啊撸里面那个盖伦的方式去。刘禅是一个暴力男孩嘛，就是富二代，是那种性格比较乖张。安琪拉她是一个萝莉，那就在这上面就调控一下音色，变成了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。来快递上披萨吧，我们天生爱分享，披萨来喽。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什么配音员都是怪物这种说法，当然有时候因为这个制作周期，然后需要可能去监视一些角色，他一定考量到这两个人物角色不能是相同类型的。人在塔在啊，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四个海龟来拜师呢？长路漫漫，唯见作伴。一个游戏的风格可能会有很多种类，古风又跟这种战斗性的游戏不一样，他讲话可能会更加的端着一点，虽死犹胜。所以呢，也是配音员通过控制自己的声音啊和语感来调整。你比如说放招，王者荣耀这样一个游戏里面放招，它可能会很快，长虹飞剑，它可能会变成长虹飞剑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古风游戏，它叫长虹飞剑，就会有这种区分。那领声呢，从建立之初到现在，主要我们做着四大板块：影视后期制作、加工以及配音、培训、演出以及有声读物。在上海这么大一个城市里，是大家所认可的职业的配音演员，加起来只有100人，可能不到100个人。其实这个行业是需要新的声音和新的力量的啊，刚刚入行6000到10000之间吧，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吧。那但是这个行业其实它是有门槛的，它的难度是很大的。我觉得我们这边也经历过了很多培训的班级，我们的一个班是15个人。在一个班当中呢，基本上会有1到2个学生适合配音这份工作。我是2002年，然后参与到一个正式的一个配音演员的工作当中的。当时可能对于大家来讲的话，上海电译制厂是一个比较殿堂级的一个单位，然后它可能是一个译制型的标杆，它有过它自己特别辉煌的那个年代。但是，大家就会觉得可能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我一直在从事一个加工产业的一个东西，那么我可以看到当我临近退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就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就碰在一起。2014年呢，创立了领声，同时都在译制厂去做一个配音演员的身份啊，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苦逼创业青年。我们就觉得好像又重新燃起了一点热情，也想做一些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尝试。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